完美的一天，完美的朋友们，完美的度过危机，完美的我。前有功成名就的70后，后有天不怕地不怕的90后，咱们呢，整个就于夹缝中求生，想出头就一个字，难。我要做的不是打败，而是成为整个公关界的第一。您放心，我一定会干下去的，我还会干得比谁都好。反正天塌不下来，我永远是那个人见人爱的史维聪。我每天6点就得起床梳化，毕竟我在工作岗位，我就代表了我的公司。单身怎么了？没有男人又怎样？我们凭自己的本事单身，到底爱着谁呢？那你会跟石总告状吗？我又不是小姑娘，告什么状啊？我可以直接开了你。你还记得当年我跟你说，要是到了40岁还没人娶你，我就娶吗？我记得。太好了，还有几个邮箱密码，你没忘吧？我真是告诉你们，我和葛一涵和好了。我怀孕了。葛一涵，我改不了的，谢谢你。我只是想说，能不能别抽烟而已。趁年轻不怕输的时候，为自己奋力一搏吧，痛快的为自己、为梦想、为爱活出来。我们怎么了？我们也年轻着呢。